Hello，大家好，我是凯越，那欢迎收看这一次的实况。嗯哼，那今天要带来的，又是我们的龙之谷。然后龙之谷这一次，改了一些东西。那所以今天就是稍微来带给大家看一下，说它到底改了哪些东西这样子。对，那这次改最多应该就是噩梦吧。因为它新增了一个噩梦4R，就是第四层的噩梦。对，那听说跟以往有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哦，那我们还是赶快进游戏给大家看一下吧。对，然后它的登录画面依然是没有改哦，还是我们的银宫。对，那在这一阵子呢，对，前几天有 po 一个影片，是跟工会的人去打红龙小红的那个影片嘛。那其实那天好像是晚礼拜六还礼拜日，哎，对，礼拜五还礼拜六晚上的时候了，对，所以还是有一段时间喽。不过其实偶尔去打打红龙也是不错的事情啊，感觉还蛮棒的。对，OK，那来聊聊近况吧。好像没什么好聊的啊。有，最近凯约开学之后呢，爱睡觉睡到今天，好像有一堂课被我睡掉了。在家里睡的，不，在宿舍睡的，睡到直接忘记，然后就，you know，that's a bad idea。我就直接睡过头，是要12点爬起来，因为那堂课是10点钟到12点，然后我直接睡到十二点，哎呀，好像下课了，然后就，you know。总之，他还是提醒大家，这一阵子好像比较冷，大家多保暖。然后还有那个病毒的部分呢、H1N1、A 流感什么的，通通好像都回来了，大家也要多注意啊。这个衣服要多穿啊，对啊，不穿衣服不要看实况，赶快去看医生，然后吃药、喝水、睡觉、多休息啊。当然大家懂了吗？如果被我发现谁感冒还来看实况的话，如果你是感冒好了来看实况，那我还可以接受。但是如果你die，you must be die。好了，那好，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任务清单哦，这是每日任务一个新增的东西哦，就是这个每日任务就是以往的90等的那些深渊嘛，那这个是扭曲冷泉熔岩爆发地那边各完成一次两次的话，对，然后还有这是强化的部分，然后这个是 AI 模式，就是成就房 PVP 嘛，那它都会有这些奖励哦，那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这个，不是这个。高级雷维斯，它变红，它变紫色的了，有没有？它变紫色的了。然后，还有什么嘞？比如说分解啊，这个的，好像是每天都不一样吧，有一些不一样啊。对啊，那其中最好的奖励就是这个光明方块，以及这个高级生命净水已经变珍奇了。这一个，它变紫色的，紫色的道具了，对。那。这个方块是什么呢？他说太初视频有没有？我们去给大家看一下、哦，一样又要找我们的叉零集团的。那铁富交易的这个制作道具里面会多一个这个太初视频，这边有个太初戒指有没有？那这个太初戒指，它需要这么多东西，手续费998元，然后这个可以，是哪两个可以交易啊？我忘记了。这个空间方块好像比较难拿到啦，因为可疑的宝箱哦，它这个空间可以从封印的工会石板，这个也是新增的，等下会跟大家讲。然后可疑的宝箱就是佣兵远征嘛，对不对？然后师徒系统就是你去当师傅就可以拿到了，就是徒弟毕业的时候啦。然后时间方块，红龙巢穴拿哈。黑暗方块，这个是噩梦星光庭院4楼，就是刚刚讲到的4R 的部分，还有英雄战场哦，还有宝物关卡，这个是什么就不知道啦。那这个就是黑暗女神关那边都可以拿到哦。对，那它其实能力值还不错啊，值得拿。Yeah，它值得拿。好，OK。然后再来，G 的部分，刚刚讲到了那个。石板的部分有没有？要怎么看呢？从工会内容这里点下去，会有这个封印的工会石板啊。哦，已经开到这种程度了吗？好厉害哦！
那他就是等一下我看一下哦，特定权限的会员可以使用，那就是会有点数让你去弄，那这个促进也是会增加一点这个数值的哦。那它最后一块应该是蓝色啊，以这个色调来看的话，那它就是这样慢慢去把它拼凑起来，然后就可以拿到奖励了。那各阶段奖励这里有，为什么不能获得？为什么不能获得？哦，贡献点数啦，就是它除了解除封印之外，也必须要有你自己的贡献点数要够才可以去拿到奖励哦。那奖励的部分就是第五次解封，这不一样哦，它每个等级都会不一样。对，首先它可以变异形容玉碎片，还有女神之光那些的，这是90等我们可以拿到的东西。那这个二阶的话，就会变成可疑的宝箱、变异形容玉碎片，还有空间方块。那这边也是新增了更多丰富托利斯曼之类的哦。然后这个还有 VIP 巢穴通关次数扩张券啊，哇，这更多啦，这个不得了啦！好啦，那总之大概就是像这样子。那变异形容玉，我刚是不是破音了？变异形容玉哈，是这个要购买的，它要100金。然后，它强化的话，一阶就会爆掉，可是它强化的数值非常非常的值得你拥有啊，因为值得你拥有啊。它其实是一个还蛮好用的龙玉，可是，对，现在又有那个神圣天王保卫战了，等一下带大家去打一下哦。那这5分钟还可以看什么呢？我们先去，时空庭院好了。时空庭院的红龙愤怒商店也有一些大改变哦。对，难怪总觉得好像怪怪的，就是没有收到这个二次解封哦。OK，那我们现在来开一下二姐的这个，满了，我的背包怎么都满了啊？不得了啦，这个，失败，不要看了，不要看了啊。好，OK，我们现在放东西到仓库里面去哦。总觉得我的背包好满哦。首先，我需要拿什么出来吗？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一般雷维斯嘛，那这边就会有个高级雷维斯，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最高级雷维斯。他不让我点啊！我知道为什么了啦，这个工会总是会有个 bug，就是这样子。OK，这是最高级雷维斯哦，就是强化14以上的才会有。龙玉加14的时候需要用到它，对。那我们的仓库好像都满了，庆典宝石其实我可以不要它了，这个也把它拆一拆吧，对，这个把它拆了，然后要存什么呢？这个光明方块就是我前几天拿到的，虽然我忘记为什么会拿到它了，这其实我也用不到了，OK，好开，然后这个大剑我要把它留着，当做纪念了。这个我要把它拆了。那所以现在要存的是什么呢？这个好了。然后还有，那全部存进去啊。还有这个重金属碎片也存一下好了。扩张券要多少钱呢？29够吗？不够，我身上还剩15块钱。我不应该乱花钱才对的。好，先这样子，然后自动整理之后，龙玉还有熊猫拔出来这样子。好烧钱哦，烧钱其实我都用不到这些东西了啦，所以我只需要留那个这个技能龙玉就好了。可是我攻击还是不够啊，大哥。我该怎么办？我现在该怎么办？空间超满的耶，神满有没有？好，首先我需要再存一点东西，可是空间还真的不够啦。
喜马丹啊，没关系，我们先拆了一个再说，有拆有保障啊。该道具无法分解，不是可以拆吗？不能拆的哦，啊，不能拆那就直接丢啦。哎、欸，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OK， 把这个治愈技能拿下来之后就直接丢啦。好了，那就剩下两个荣誉了，两个都是哎、欸，一个是信任，一个是治愈哦。然后再收起来。嗯，可是还真的没地方放了耶。诶，这个我不要了。这个这个给别人好了，这给别的角色好了。然后我还有打到两个红龙战盔，看有如果有人要的话，我可以卖低价卖给你们啊，看你们要多少钱啊。然后还有什么要丢这里面的嘞？这个生命祭水就先不要吧。怎么办？我这个人好像很浪费的样子。这个其实我也用不到啦，智慧我要它干嘛？熊的话我需要撑爆啦，这个也不用了。高级破坏的话还可以考虑留着咧。大概就是这样子啦。好啦，那来看一下刚刚那个二阶解封有没有，里面有什么东西哦、喔。好，空间方块哦、喔。这拿到了，还有变异型荣誉碎片，这是用来强化刚刚工会的那个列表里面会出现的那个荣誉的材料，还有可疑的宝箱，可疑的宝箱大家都很熟悉了啦。怎么又开到一个贤者了？这可以卖钱吗？问一下工会的人就知道了。来看一下这个这能卖吗？然后根据每日奖励的部分来看哦，不是每日奖励，每日购买次数来看哦，今天应该要来买一个这个了，这个女神悲伤啊。那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光明方块是可以买的哦，要十个悲叹加五金币，然后这个彩虹商店也可以买到哦，五个女神之光。然后对，好 ，OK， 不好，我刚刚在揉眼睛。好，那他这边还有这个生命净水可以买哦。另外，他这边还新增了这个佩里斯被移除掉，改成了这个预言家哦，但是没有所谓的武器的部分。噩梦之心的话，原则上好像是没有了。没啊，对，噩梦之心没有。欸、我先接个任务好了。OK， 那差不多保卫战已经开了。这一次的保卫战是都教授。来来来来，来个好东西吧，贝贝。好啦，噩梦之心也可以啦，好不好？好 ，OK， 那我们先进去我们的时空庭院去找我们的黑暗女神官，来看看这个商店里面新增了什么东西啊。对，我的晚餐还没吃完。时空庭院啊，话说台服，好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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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超辣的啦。啊，那个台服好像三月就要开冰龙巢穴了，好像很威猛的样子啊。 OK， 那红龙鳞片商店哦，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这个深渊的强化荣誉，这个是传奇等级的荣誉哦，它要红龙的愤怒才可以购买啊。有明代雷维斯啊这些的，这一些目前是好像比较好一点的荣誉哦，他们附属是减 15% 而已，然后还有加蛮多的嘿。然后在红龙巢穴里面还有另外新增了一个有另外新增了一样是传奇等级的那个攻击荣誉哦，
看这边有没有新增？没有，好，这里没有。对，他这边没有，他是只有红龙巢穴里面才会有的这个，珍奇等级，也就是 L 荣誉啦。那个感觉好像还不错的样子，我还蛮想要的，可是要打红龙才会有。然后，英雄战场也会掉方块，好像是必掉吧，不确定，因为昨天没有去打，昨天只是稍微简单上线解个任务，拿一些东西而已哦。OK，那首先刚刚看到这边的任务里面最简单的就是去清一大堆人，清五个人就可以拿到一个女神的眼泪了。那可是问题是，这里好像都没有玩家，都还没跑出来的样子。这样我要怎么亲人？我要亲你吗？不要，你长好丑。糟糕了，糟糕了，找不到那里有一个人出现，然后这里也有一个人出现了啊。你是穿着路比纳特的服装吗？紫色路比纳特，真的耶，死给男的。现在就是乱按赞的时候喽。哎，好像有一只不错的妹子哦。哎呀，她穿的还蛮可爱的啊。我们是不是按了三个赞了？这边再一个哦。好，还有一个，就决定是你啦，妹子。每日任务达成，按别人5次赞啊。那他就直接寄到信箱里面来哦。然后这一个女神眼泪虽然也不知道能干嘛，不过呢，我就是要把它买掉啊。在哪里？OK，找到你了，卖掉你。然后这个好像，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要了，我还是先把它留着好了。啊，对，我可以挂交易所啊。我的封印文章应该够吧？目前还没有封印文章不够的现象出现哦。哎，又有人消灭红龙了。哎，贩卖完成，这150也可以卖出去哦，我还蛮惊讶的。好了，就卖150了啦。耶，赚进150了！糟糕，我连150都觉得好感动，这是怎么回事？我这样正常吗？好，一次拿到艾莎跟杰伦特，这是怎么一回事？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哇，怎么满坑满谷的，整个大街上面全部通通都是白色的东西，唯独我一个黑色的，感觉好像很奇怪的样子。来自星星的都教授，哦，那他这次可以拿到宇宙爆发奖励的，还有我们的工会会长银币哦，最高级极限强化文章，都教授的战甲法甲三小。啊，那我们这次先去打一场我们的保卫战吧。感觉保卫战是好久以前的东西了，我的记忆还停留在都教授第一次出来那一次，这好像是第二次了，不过他真的时间隔蛮久的了。这什么？万事都不能相信的英国研究报告，真的英国研究报告不能相信。他说30年后恐龙就会复活了。那，我想要一只 Spinosaurus，这样可以吗？哎，有巨大怪兽从太空船里跑出来了。My name is Megatron。等下下来就是米卡登，不是都教授，就好笑了。哎，那个，哦，宇宙爆发獒犬好像很厉害的样子。哎，我不能变身啊！就是你吗？宇宙爆发獒犬。于是他掉了好多补品啊。哎。他都快死了，那我是要打什么？密卡登，
My name is Megatron。 不好意思，我最近一直在看那个变形金刚哦，那个 Megatron 跟 Optimus Prime 你们应该 都知道是谁吧。哎，好快。哎，Oh Jesus, What is this? Jesus, Jesus, What the hell is that? Oh my shit.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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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我还不能移动耶，我都忘记了以前可以移动吧，无所谓哦。哦天哪，我就这样被困住了。那看来我只能慢慢的等他们了。Megatron 你不要再你不是 Megatron， 你可能是尤尼克隆之类的，尤克尼隆我不知道耶，那是动画版里面才会出现的变形金刚，听说是超级大反派吧，比博派还要更那个。好，我要复活。妈的，我要报仇了。我还没砍到你啊，感觉好像变简单了，还是大家变强了。然后他的好像有入场时间限制吧，然后他有他这个界面也改成这样子了，大家可以注意到。然后有宇宙爆发奖励袋，我也拿到一个啦。 OK， 那我们就先回村庄去开我们的you know， 去开我们的美丽的小东西吧，我们的宇宙爆发奖励袋。不过我觉得蛇怪比较好玩啦，说真的。OK， 来开奖励袋咯，不知道会开到什么东西哦。好，银币也不错。然后我还要弄什么吗？哦对，他那个有冷却时间，我看看要多久哦。因为这一次大改就是改在噩梦，所以就重心要放在噩梦那边才对哦。我们现在他每次冷却时间是大概15到20分钟这样子。应该是15分钟啦。 OK， 那我们准备去我们的噩梦吧。那噩梦的部分我比较倾向于想要跟工会的人打，所以好。 OK， 有人有噩梦一场吗？这样子先跟他们讲一下这样子。是路比纳特，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一只路比纳特，超帅的Ruby Nut。 好啦，看来好像是没人理我啊。刚刚才打完你知道吗？我们刚才打完哦。等我一下，我跟他沟通一下。我基本上不想开其他只角色去弄了。奇怪了，为什么我现在打字那个自动帮我选字永远都是选很奇怪的东西呢？没有 ，no， 嗨，安安哥叔，你有卖什么其他新的东西吗？没有。哦，他有卖根源呢。哦，所以如果要去面对佩德的话，根源可以从他这里买哦。原来如此。啊，看起来是没人了。OK， 没关系。
习惯了，我们是没有朋友的。OK，我先要先确定啊，因为通常大家都是连五连三之类的，那就组队邀请啦。这个什么目标关卡是噩梦星光庭院，然后队伍资讯，等一下、喔。超级钻石，我们刚刚拿到银币，好像还更好这样子耶。有没有人打噩梦出一堆问题的？不知道耶，不知道，我还没打过。先附上证明图，我还真的没有打过，真的没有打过。它变五次了，可是有四楼啊。听说四楼难度跟以前一样，就是啊，跟以前三楼一样啊。好，他这边。银币有没有多卖什么都不知道。哎呦，这边多了三个，就是他最高级雷维斯也出来了，还有我们的高级生命净水哦。好，目前我们只有两个人了，可能要暂停一下哎，因为我觉得组这个可能要组很久啊，天哪！好吧，那就只能先稍微暂停一下啦。嗯哼。好，我们就下个画面见啦，等我们组完队喽，下个画面见。好的，我们回来了。总之抽到人啦，那大概凑了大概五分钟到三分钟吧，三到五分钟即可凑完一圈，然后一场而已。对，只打一场，因为我不想等太久。没有啦，我不知道这次还改了什么东西啊，这真的想不到了啦。我们就乖乖打我们的噩梦就好了啦，因为这次主打噩梦嘛，不管哪方面都一样啊，主要打噩梦还是活动主打噩梦之类的啊。嘿，好啦，那噩梦的部分的话，你的小师兄还在睡觉啊，刚刚都看过了嘛，就只是新增的这些东西。OK， 那我刚刚是看到那个佣兵带，是不是？那是佣兵带吗？嘿，它是佣兵带跟金币带，没有错。OK， 那我们就准备走吧。OK， 那我们就走了。那它这边就会有多这个进化之锤碎片噩梦哦，对，它有机会打到噩梦了，还有我们的黑暗方块哦，就先进去咯。OK， 那总之，场景都没变啊。OK， 等一下，为什么我的技能被取消掉了？屁嘞！你们居然有这个能力，天哪！怎么还有一只 ？Why you are not die, bitch？你知道每次按这一招啊，总是会想到那个，固拉多的断崖之刃啊。跑哪去？跑哪去？你知道去哪里？话说有人叫我，这一招可以干什么？抗属性，所有属性抗性减少20%。好像还蛮有用的。在这里似乎变得很简单喽。来，我最喜欢就是虐待这种低等怪物了。好，这样就完成第一 R 了。OK， 那我们就准备再进去吧。怎么都是宝箱？是宝箱骗你啊！大家怎么分那么开呢？是不是？
看我的库拉多断崖之刃，超帅！哎，等一下，那背景的那个云雾是不是把他招式盖住了？好像很厉害的样子，虽然不太明白。Nice， 感觉噩梦之心现在变得很好赚的样子了。那边好多下币哦。哎，这边又来了。哎，又是一击必杀、啊！哎，他现在变得非常好集气了，这是真的。就是集这个噩梦之心啊，感觉变得非常容易的、啊。哦，这边怎么都是飘不起来的怪呢？库拉多断崖，哎，按错，库拉多断崖之刃，咦，还没挂。好了，那准备打完喽。嗯，看起来不像是网，哎、欸，是网，是我们的蜘蛛，紫碧儿。赖赖赖赖赖！哎呀，他就这样跑掉了。抱歉，我今天感冒。哎。那是姜饼人吗？好可爱的样子哦、喔！等一下，前面这个人是不是拿着什么？他是不是拿着我们的 L 啊？加11红龙破坏者大剑，你很好，你很好。好了，我们来到了三 R， 到这边都还是大家熟悉的场景哦、喔，接下来才会变哦、喔。哎哦，缓速。我居然被缓速了，你们这样对吗？我被缓速了。啊，接下来是，他没有给我什么 buff 这样子。说好的蓝 buff 呢？OK， 那这边一样是轻松解决一波带走啦。等他确实有变得比较好集气了这样子，好，这边又要再来一波带走咯，希望可以啦，因为这些都飘不起来 啊，没问题啊，一波带走是还有问题啊，这家伙会顿挡欸。 OK， 没问题，没问题啊。好，那再来咧，那边有一只肉条的牛肉，一个牛肉红色牛肉干的、啊，啊，牛肉干你来啦！哎、欸、嘿嘿嘿嘿，怎么就这样结束了？就不要给我全部通通都出来哦！啊，有，这次又是那只泥人了。听说六 R， 四 R 会出现那个什么克拉汉哦，那我被吓到了，出克拉汉那还得了？来哦，麦当劳欢乐送茶水表喽，古拉多断崖之刃，就这样关，高级的致命，高级的致命，天哪！我听我们工会的人讲说，这一个好像可以卖很多钱的样子。OK， 那我们要准备进我们的四 R 了。这个四 R 好像还非常强大的样子啊。好，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四 R 了。听说四 R 会变红，哦哟，是做了什么噩梦吗？女神像出现了，这回连女神像都出现了。哎呦，感觉他们防御好高哦！真的，他们防御很高，应该是我没吸到他才对啊。断崖之刃，等一下，那个 ，OK， 回来了。
哎呀，好啦，这招一样是上女上西天啦。然后他这一关还有一个贴心设计，就是这个跳台哦，这可以直接飞过去隔壁人家那边去哦。就是你想要去砸人家的场的时候呢，就是靠这个去啦。前面他的四肢是什么意思？嫌他们太强了是不是？还是嫌我太弱？哎，破灭守门人，都攻击破灭守门人越有利哦。哎，还。哦哦哦，是星守护骑士星月。来来来，暗黑砍直接先给你轰下去哦。直接先开大技先轰他了啦。看来是赶上了，就是把他干掉了。战斗评价 S。Did you see that?Nice， 到底是谁留一只在这里啊？那他就是刚刚那个活动，可能是就是我们集的那个条数有没有？他会有那个，哎呦，是什么东西？他会有那个什么几？就是他20%、40%、60%、80%随机触发的东西哦。我可以干掉一只鳄鱼了，哇！连女神像都出来了，女神，你还在做噩梦吗？啊，那棵树嘞？对，这棵树还在啊。啊，对面有一只鳄鱼了。这些应该都很好解决吧？哦，加300噩梦之心哎，然后接下来就可能就有点难缠喽。来了，骷髅打哟！哦，那是什么？这个是岩浆那边会有的怪物吗？糟了，他要冲爆冲了！哎，爪击哦，是爪击 ，OK。哦，他要喷，哎呦！等一下，他血量怎么耗那么快啊？是我的错觉吗？没关系，我大技放下去，你也只有死一条路啦、啊。欸，超级钻石也会掉、哦。哇，那看来四楼是还不错的啊，有宝箱，对，四楼新增宝箱哦，里面有可能会掉落噩梦的进化碎片哦。欸，看起来是没有拿到啊，有点可惜啊。是的，有点可惜啊。那于是我们这边又拿到了两个，哎，三个，哎，两个方块，空间以及黑暗哦。然后还有这个高级致命拿到啦，哎，好像还不错的样子哦。我们先回村庄去哦。对，那总之噩梦四 R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哦。那只要大家同心协力，一样可以击破它的，就是you know， 蛮简单的。说实在是蛮简单的啦，可是如果有人就是那么靠北不愿意进去打的话，那 I don't know how can I say， 那就是那个人的问题啦，是不是？你们说是不是呢？哈，好啦，那现在才38分，我们再去打一场保卫战吧。好，首先首先，我们刚刚完成了一个这个、哦，所以拿到了高级的维斯。然后我们去把方块存在银行里面了、哦。哎，对哦，先给大家跟他们讲一下这个好了。哎，为什么不能打字了？等一下。哎，为什么不能打字了？哎，好神奇哦，不能打字咧。哎，嘿，不能打字了，是怎样？
算了算了算了，不打了。账目这个可以先丢掉了。然后我们还要放我们的方块。方块其实这个就是慢慢的、慢慢的去累积它啦。于是我们四种方块都各拿到了一个、哦。对，那哎没有哎，我只拿到两个而已。对，空间，那我这边放的是黑暗跟光明哦，空间还在身上哦。那就是空间跟时间可以用来交易，然后这个就不行哦。对，看目前的看似是这样子啦。OK， 那我们再去见我们的都教授一次吧。嗯，都教授我来啦。都教授其实让我想到了，在过去卡约在高二的时候有参加过日校的交流团，然后我们的那个图书馆主任他是这次那他是负责人嘛，那他穿西装还蛮可爱的，我们家都教授了，超可爱的。对，所以我对都教授的印象其实不是什么来自星星的什么啊，就真的纯粹是大家讲一讲就变成哎都教授都主任这样子，有点可爱的感觉哦。现在时间来到了8:30，嘿，嗯，好，又是我们的都教授啦。Make a shot, I'm coming. 哎、欸，所以现在是怎样？哎，所以我不能攻击怎样？哦，有点累啊，我应该又要再清我的电脑一次。好啦，他的血量还有70几趴的样子。哦，哎、欸，没打到。然后呢，打了呢。打到了，哎、欸，打到了银币了，哇，我快要可以那个了，我快要可以变身了哦，哎、欸，成功了，哎、欸，哎、欸，大哥不公平啊，哦，呵呵，我直接被。哎、欸，我是直接被轰出来、欸，刚刚真的假的？我是被轰出来的。God， 他真的很讨厌我，是因为我刚刚讲了一些什么东西吗？好啦，你不是密卡登啊，你是都教授嘛，对不对？可是看起来你也不像 Autobus 啊 ，Autobus 啊，什么 Autobus？ 你不是章鱼啊？我想想看哦，宇宙爆发獒犬怎么念呢、哦、？Space Break Dog， right？ 所以就没有人来帮忙帮我们复活吗？嘿、欸、嘿，你要炸你的狗狗吗？打破它，打破啊！好吧，你没有打破它。嘿、欸、那个人也飞出去了、啊。哦 ，yes， 我躲进来了，我躲进来了。来啦！那么爱玩是不是？来来来来来，赖赖赖赖赖！最强的力量，哈，已经使出来啦！哎、欸，你怎么跑掉了？啊，我要解除变身了！待救不待救不待救不！哎呦！对，那个变形金刚二里面好像真的有一只跟他长得很像，不是我在说，真的你们长得很像，你们不会是亲戚吧？这个是什么 ？He's fry。哦，我居然快挂了，这是什么状况？这正常吗？我觉得还是不要太靠近好了，虽然他快挂了。好 ，OK， 我成功的。哎哎哎哎哎哎哎，不公平啊！
来来来来来，让我找到一个空隙，让我进去吧。哎，我进来了。没关系，没关系，不用气馁啊！他快挂了。革命尚未成功，哎，成功了，同志不用再努力了，已经成功了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な、君たち。お疲れ様でした。OK， 开宝箱喽，就是我们的银币跟宇宙爆发奖励袋哦。OK， 那我们可以回村庄了。嗯，这一集一样一个小时为主好了，我们还有15分钟啊。其实我可以直接把噩梦打一打这样子。目前情报里面看来是有克拉汉在我们的里面哦，所以是蛮棘手的。OK， 我149个了 ，OK。宇宙爆发奖励袋，好了，对不起。好，那再来这个收集活动，刚刚没有跟大家讲哦。这个新年的部分呢，每天可以拿，总共拿80个，去慢慢把它给打开来哦。那它的奖励里面有这些东西，像这个绘本有没有？它其实全部解开来应该会很可爱啦。对，那它里面最高奖励可以到这个收集控的尾巴，一条尾巴哦。还有一个背包的样子，对，它是背部装饰品。OK， 那我这个最高级致命，不知道能不能打中文呢？还是不能哦？嗯，算了，就跟他们玩一下好了。这个可以卖很多钱吗？我还真的不知道哎。其实我对这些道具的市面上的价钱很没有概念的。好了，那我不能打中文，那就只好去解每日咯。我想想看哦。啊，对，还有个方块是要打英雄战场的嘛，对，那就先算了。那 Free War 什么可以打的呢？任务远端啊，对，哦，对，有远端呐、啊。那，干，等一下，我们又要再等了，是不是？等到45分，我们才可以再打，我们还有6分钟的时间。可以啦，我们还有10分钟的时间呢，天哪！冷却时间还有10分钟。来看看还有什么任务哦。强化装备 ，OK。我们现在过了2个吗？那就先去找铁匠吧。随便拿个东西来强化就行了。强化荣誉好了。强化荣誉，然后强化我的这一个。应该是没问题的。OK， 好，成功强化了吼。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强化一次有没有？他就直接寄过来了，一个杯炭哦。这样我就5个杯炭了。那既然刚刚因为有卖出去东西有钱了，那我们就来买一下那个荣誉好了。嗯 ，OK， 我们买到一颗荣誉了哦。好，长期奖励这个我还不能用。OK， 我现在有这颗荣誉了齁。敏捷等一下等一下。强化时那些都会增加。哦，所以它是要另外再追加的哦，不会吧。它是90级以上才可以使用，所以说是90级装备才能用哦。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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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need something to...useless， 嘿嘿，
好哦，先把你拿下来，然后再装上去哦。好啊，强化他看看哦，因为他是一就有可能会爆掉那种。哎，你要高级生命进水，呸呸呸呸呸，吃土！我才不会把我这个东西给浪费在你身上嘞。不是啊，因为高级生命进水其实很难拿，我要把它好好保留着。不过变异型强化荣誉，确实是，就是之后可以再用到啦，所以我先带在身上好了。它可以利用那个伺服器哦，有伺服器还真是方便多了。然后托利斯曼我先把它撤下来好了，然后再把这个装上去哦。高级嘛，那我现在暴击有多少了？我要看一下，暴击伤害有31%了。好，谢谢大家哦。好像没啥屁用的样子啊。对，好像真的没啥屁用啊。不晓得麦可以卖到多少钱哦。这样的话，想再打一场噩梦哎，糟糕。看有没有噩梦一场的，一场打打看 ，OK， 我奉陪。我们这一支就录一个小时了，如果等一下还可以打，就是以打完那一场都教授为主。好，最强血瞳术血屁。啊，好啦啊，我觉得他的名字有点不太雅，还是不要念好了。哎、欸，大叔出来，大叔出来，交易所应该没那么快哦。他就是会这样累个，然后跟我消那搞消失这样子。这个可以卖多少钱呢？哦，好贵的样子哦。好啦，两场哦。哎、欸，一场哦，这是什么、啊？这是什么祝福啊？红龙愤怒，买那个东西真的值得吗？我还蛮好奇的。OK， 来，哦，刚刚是机器人飞过去吗？太慢帅的嘛。嗯，所以我的晚餐就要这样放生咯，感觉好浪费哦。我今天便当吃掉了啦，可是还有一碗汤，这碗汤是烫卤味的汤，我自己去买的。唉，在学校就是吃这些东西过活咯。哎，来一场哦。OK， 一场星光庭院噩梦一，其实是星光庭院等于噩梦这个讲法的意思吗？但他的武器也太帅了吧，洛比纳特武器好像有点帅哦。哎，怎么剩你一个 ？Hello Kid， 古阿多断崖之刃啊！想当初阿兰的那招叫什么来着的？他的 Mega Lizardon 就是被顾拉多的那个断崖之刃打趴的。然后断崖之刃就是顾拉多的专属招式嘛，超痛那种哎。结果没有想到制作组把那个什么基格尔德的必杀技大地原力，好像也是跟顾拉多那招重叠在一起耶。就是两个动画是一模一样的，快笑死了。哎，这样就满了、哦。来，让我看看 BOSS 在哪里吧。干，这样也好。哎，他居然躲掉了耶！这个人工 AI 怎么做的这么棒啊？哎呦，
好像很帅的样子哦。哎，我被缓速了，不是缓速，是有人打死 boss 了。那么我也得加快脚步才行了。断崖之刃，他们有打赢，他们有打赢一只了啦！哦，他们是联手打赢的，看到没有？看到自己一个人多强？哎，他腿上还有那个印纹哦，好帅的感觉哦！哎，你不要挡我的路啊！好了，进下一关喽。嗯，对，刚刚那个还蛮不幸的。还有露比纳特的大剑呢，看起来好帅哦。可是我还是比较喜欢威哥的啦。可是说真的啦，其实复仇者主要输出就是变身啦，所以那变了身，你装时装也没用啊。就是个人看法，还蛮可惜的，因为复仇者就是这样子啊。哎，乌贼没有被吸到。哎，乌贼不能被吸哦，我想起来了。彩色水母火焰，哎，好像很厉害的这个名字哎。彩色水母火焰，来来来，再来再来再来 ，Mina Ishumi Shineo。哦 ，Mina Ishumi Shineo。今天上日语绘画课的时候啊，哦。吓死谁啊你们！来来来，再来又是 boss 啦！哎，每次人多就是没有办法按那个什么奔跑的那个，还是以后习惯按 shift 好了。他好像还蛮感觉到很痛的感觉啊，有没有超痛？你看，他妈我超讨厌那个什么，哎、欸，那是什么？なんだこれ？なんだこれ？すげえなんだ、一个鬼火哎！来，我飞进来了。哦，三楼，对，这边是三楼。女神还没出现哦。看来女神做梦的时候在四楼睡觉比较容易做噩梦哦。然后大家会发现难度整个，其实刚刚就有讲过，难度整个下调了。哎，对面有一个红色牛肉干。哇哦，各种怪物打出龙肉。其实噩梦可以说是一种动物园的概念，只是各种颜色变调之类的动物园了。来来来来来来来 ，Mina Ishuni Shineo， 断崖之刃，哎，没有使用成功啊！我因为根本没按到啊，我在干嘛？来，断崖之刃，赖，利赖，哎，怎么来了一只死亡骑士啊？来了一只死亡骑士啊！他长得太矮了啦，虽然好像还是比我们高，就是了。哎，他直接挂掉了。哎哎，柱子被拉起来，就表示。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哎、欸，加200了 ，nice。好，再来，还有哪边呢？在那边，我要速速解决，赶快去打那个什么，那叫什么来着的？来自星星的都教授，对。哎、欸、哎、欸，对不准啊！
然后有人在跟我讲，就是那个噩梦，暗黑复仇者的那个的大技是可以按退后前后左右来决定它的方向的。我也是刚才知道，因为它常常飞过头、哦，我刚才发现的。哎，我想看一下它的那个，它的那个剑哦，长什么样子哦？路比纳特之剑，天啊！哎，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女神的噩梦哦，红色地球之类的。哎，等一下，我是不是快要被解除变身了？哦，看起来他们好像很厉害的样子啊！哎、欸，不要再躺了哦！不要再躺了，不要再躺了。呢？哦，真的是有难呐、啊，比刚刚那场难的啦。哎、欸，破灭守门人出现了，守门人呐、啊，什么守门人？哦，是台风精。所以他们也是女神噩梦里面的东西哦，守门人呢、欸，好像很厉害这样子。OK， 战斗评价 S。哎，所以我们是从那边飞过来哦。哎，等一下，怎么都有人走啦？那我就走这边啦。我也只能走，哎。是哥布林欸，斯巴达哥布林欸，这可以吸，这可以吸。哎、欸，居然没有死，好像很厉害的样子。断崖之刃，哎、欸、哎、欸，还没死错你就挂了，有没有搞错啊？啊，所以那个守门人有可能会再出现一次哦。如果我理解没错误的话，因为它是随机。出现的，所以说很有可能会再出现一次这样子。哎，很不幸的又没有解决掉所有人呢、啊。来来来来来，你就这样子被我烧死了。哎，断崖之刃，哎，他没死，有点糟糕啊。不过没关系啊，我们只剩下 BOSS 了。BOSS 的部分的话，好说好说。惨了。哦，我刚刚顿了一下，我还以为是又要全部都出来一次了，看我被吓到了、欸。感觉 BOSS 的部分没有特别难啊，但是小怪就比较难说了啦，因为那个小怪还蛮硬的、欸，其实。小怪硬硬的。欸、为什么打不到他、啊？难道这就是 bug 吗？打不到他之类的。耶，打死了！风的强化对我来说没什么用了。OK， 宝箱宝箱宝箱，高级雷维斯。哦，这个我要。哎、欸、哎、欸，谁拿走了？啊，可是还没有看到噩梦碎片呢，有点可惜哦。好啦，那就是还剩五分钟，赶快去打我们的那个，哎 ，you know， 哎、欸，那个叫什么来着的？哎、欸，都教授，对，我们的都教授。好，要再接再厉喽。没意外，等一下我就会去把那个什么，剩下三场噩梦打一打哦，因为you know， 我不想拖太多时间了。OK， 请教现在欺骗行情大概是多少？其实我也想知道。I want to know too。Also 시죠。
OK， 我们的黑暗方块第二个到手啦。好，然后门梦，我们要去找门。来，来自星星的都教授，迎接第三场都教授。我们要见 Megatron， 威震天，不，威格龙的英文是什么？绝对不是什么 Wigron， 对，因为变形金刚四，绝机重生有没有？里面那一只人造变形金刚就是叫威格龙哦，那他是密卡登，没有完全死透的脑袋，给予人类技术之后，人类妄想要创造出变形金刚。结果没有想到，却创造出了一具新的躯体给密卡登使用了。对，你是星星吗？等一下，我好累的。对，我真的很累的。那个床，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一部影集叫做那个《Best World》。它是那个变形金刚的，算是前传吗？还是番外篇那样子？那它是叙述古代地球的时候，曾经有一群变形金刚来到这个地球的故事哦。我又被震出来了啦！跑进来了。好啦，我又可以变身了。我是不是还在他？我是不是还在他底下、啊？我快死了！我快死了！敖犬 ，nice， 谢谢敖犬。nice， 他准备要爆炸一波了。冲啊 ！OK， 冲进来了，冲进来了。在往上，往上射还真的射得到哎！太 nice 了，太 nice！ 来！我不怕，我不怕。有没有看到他的那个？我的 combo 是不是在上升？太奈哦 ！He's running, he's running. Hello, everyone. I need running. Hey, come on. 他都要那个，结果就这样被我们做掉了，好像有点可怜啊。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完成了。Nice。我刚刚是看到他们捡到了什么东西？那个蓝蓝的是什么、啊？好，各种鬼火啊！愿你们安息啊！好了，那我就先回我们的村庄去了。其实银币非常有用，因为转属荣誉有些角色需要用到。虽然说现在也买得到啦，就是佣兵远征打得到，可是几率也蛮低的啦，不是我在说，我不是在冷笑我只是在阐述事实啊，大概就是这样子啦，然后再开最后一个袋子咯，啊，又是超级钻石，我是不是该放弃了？远端任务这个不是完成了吗？要找甘特哦。嗨，甘特 ，I'm coming。不会是冒险者，
不过没想到巨大蛇怪走了之后，又来一个都教授，又是你拯救了神圣天堂啊。下次说不定会来个中的巨大翅膀会飞的猎犬。哎，不要啦，天啊，官方下一次的 boss 是什么东西啦，好奇怪哦，会飞的猎犬哦，我没看过耶，天啊，超恶心的啦。好啦，那总之今天的实况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了。嗯，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可以在 YouTube 下方点个订阅以及喜欢，就可以得知每周获得不定时的最新动态。那也可以到我的粉丝团按个赞， Twitch 按个追随， Twitter 按个跟随。嗯哼，就是这样啦。那我们这一次龙之谷的噩梦 4R 大改的这个试玩，还有我们的都教授又回来了这样子的一个介绍影片，就先到这边结束啦。 OK，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嗯哼，其实拍一拍也一个小时咧，九点钟咯。 OK， 大家下次再见咯，大家拜拜。哇塞，真的是克拉汉耶，绿龙耶，堂堂绿龙居然在这种地方要被我们硬轰出去，太可怜喽，真的是哦，永远都是 S 啊，怎么样，咬我啊，呵呵呵，还有一只兽人耶，拜拜。